这个球出棒打成了在一垒方向，结果一垒手判定这球在界内是一支安打。洪正敏现在绕过二垒，正要继续冲三垒，邱思琴呢也继续跑到二垒。这支乔茂兵，这个沿着一垒边线的二垒安打，现在变成了温出局二三垒有跑者。哇，这些中心打者的攻势不断，比赛看起来在攻击方面也蛮精彩的。恰恰，恰恰这个球了，我回去一点机会都没有，滚地球的行程哦，都已经往二垒照了掉啊。